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82页，982页。第五行看起，第五行，课题，回欲劝行，请看经文：吾爱汝等，苦心回欲，受于经法。习持思之，习奉行之。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，就能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，他在说经教学，慈悲到极处，佛已经证得究竟圆满了，为什么还要教化众生？而众生又不听话，让我们深深感触到，古时候老师喜欢教学生，为什么？学生好学，学生肯学，学生知道感恩。现在不然了，我学佛那一年，我26岁，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，我跟他的缘也非常特殊。我是从小，可以说长大了都在实修当中，没有正式经过学校，这一般学校只念到初中毕业，高中念半年，因为战争又实修，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，苦不堪言。年轻喜欢哲学，
啊，认识了方老师。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啊，知道是家乡一位大德。啊，他是桐城人。我的老家在渝江。我们相聚很近，不远。啊，我的老家跟桐城是邻县。啊，我写一封信，写了一篇文章，向他请教，人就是这么介绍的。啊，方老师找请我，在他家里见面，我是想到学校去旁听的这个过程，他告诉我。现在的学校，现在66年前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了这个话，一位老师完全拒绝我了，心里当然很难过。啊，老师也看到了。啊，最后老师告诉我，这样好了，你真想学，你到我家里来，每个星期天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我给你上2个小时课。我的哲学是在他家学的，学生只有我一个，老师家只有一个。我这一生第一个就是感恩他。啊，没有遇到他，可能我早就不在世间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自己晓得自己短命啊。啊，很多人给我看相算命，都告诉我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。我很相信，我不迷信。那个时候我年轻，我认为是遗传。啊，最近的三代，我的祖父45岁过世，伯父，我父亲的大哥，也是45岁过世。我父亲45岁过世。这三代寿命都短了。我相信，我一点不怀疑，我也不害怕。啊，能有机会学到一点是好事。啊，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。那个时候我很怀疑，我们概念当中认为佛教是宗教，宗教等于是迷信，迷信怎么会有哲学？
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很年轻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这个话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他告诉我，我不怀疑，我相信。啊，老师不会欺骗我，告诉我，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就这样跟他学佛了，他是我学佛第一个老师。啊，把我们以前错误的观念、想法、看法洗刷清楚了，啊，建立一个新的观念，向佛学习，因为佛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啊，我们这部《哲学概论》讲圆满了，我非常感谢老师，接受老师的教诲，我认识了张家大师，离开方老师大概两个月，时间不长，紧接着认识张家大师。所以我佛学的根底，张家大师奠定的，我跟他三年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大概是四五个月，时间不长。啊，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基础他老人家给奠定的。学习的理念、方法都接受老师的指示。老师圆寂了，我跟他三年。三年之后，他老人家68岁，我跟他的时候，他65岁。68岁，他老人家圆寂。我一年之后辞掉了工作，清闲台中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这是个在家的佛弟子，同宗同教，闲密圆融，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，我们有缘亲见。我跟他十年，啊，经教是在他的麾下成就的。啊，所以在台中第二年我就出家了，33岁。32岁亲近李老师，33岁出家，35岁受戒。啊，受戒之后我还住在台中，一直跟到李老师满十年我才离开。啊，讲经我出家的那一天就等于开始讲经，
德胜老法师要我到三藏学院给学生们上课啊，这是剃度的第二天，可以说我的一生从事于佛陀教育工作，啊，以后遇到韩馆长这一家人的护持，照顾我30年，根深蒂固，他往生了。啊，我离开，我们这样子离开，分手，我走向了过去。啊，在过去上，那是旅游，那是给大家广结善缘，提升自己。啊，终于明白了，啊，明白之后发愿修释迦牟尼佛，这也是张家大师的教诲啊。我的寿命也只45岁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在人亡后各发慧人，我见到了甘珠和佛，也是老朋友，但是很久没见面啊。陈蒙他告诉我，跟我讲你的命运转变了。我是怎么转变的？他说你这些年讲经，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，也就是出家12年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，现在没人讲经，要发心讲经，因为发心讲经寿命延长啊，延长多久我不知道，甘珠大师告诉我很长，人家寿命很长，福报也很大啊，那个时候谈不上福报啊，只可以说是免于饥寒，能吃得饱，穿得暖啊，也没冻着。我们这才想通了因果的教育啊，这个事情重要，没人做，我发心了做，可是没有寿命，佛菩萨把寿命延长了，延长了一倍，45加45就是，我今年91了啊，应该走了啊，今天第二个任务来了，也是大事，不是小事啊，大家都不学文言文了，实际上我也没学过，
啊，只是有老师上课，我听过几堂。啊，真正听课是在台中，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。我在台中住了10年，《古文观止》从头到尾听了一遍，没下功夫，没有认真学习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经典上。啊，只是上过文课去听听，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有一点，啊，功夫完全没有，啊，一篇古文也没背过，啊，有讲过，自己没有背过，所以读到这个经文，我的感触很深了。佛菩萨太慈悲了，模范老师，老师对学生苦心慧语啊，教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讲经说法，经法是教材，是教科书啊，经是智慧的真传，法是修行的门径，让我们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只要肯依教奉行，啊，师之是经教，奉行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。这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改慧，啊，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，不知不觉也做了66年了，啊，这66年，真的是经上所说的如贫得宝，啊，那么现在又有一桩事情该我错的，培养继承人为往生积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我哪有这种能力？我有这个心愿，所以多少年来看看有没有缘分呢？啊，前年到英国访问，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，缘遇到了，我们两个谈得很投缘，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。
啊，第二次他到他香港来看我，在我这住了五天。啊，第三次我到学校去访问，我们认识一年三个月，啊，就真正签署了合办汉学院的合同。汉学院这个月正式开课了，啊，这一次的开课是对老师的师资培训班，对学生开课，招生对学生开课，预定在今年九月。这是一个使命，那还走不了，寿命还得延长。我想至少五年到十年，这一批学生才能培养出来。我的目标不大，只希望培养30到50位汉学的老师，啊，承传中国5000年文化，不能让它断层，啊，把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恢复起来。我的愿望就做了，啊，一心一意，归心净土。啊，归心净土，过去李老师劝过我，灿云法师劝过我，我都没有接受。那，什么时候真正发心修净土呢？讲华严经，讲40华严，讲善财童子53参，读到文殊普贤，10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我这才受很深的感动，把经教放下了。啊，一生最喜欢的华严经、楞严经放下了，来学无量寿经。啊，真的讲无量寿经，读无量寿经，依照无量寿经所说的修行，幸运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就是我的一生。啊，这一生当中诚如张家大师所说，方东梅先生所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得到了。张家大师教给我最高享受的入门，你怎么样才能得到最高享受？放下看破，妙啊！放下你就入门了，看破你就享受了。看破是智慧啊，放下是戒定啊，戒定后面就是有戒有定，后面智慧就现前了。佛
没欺骗我，老师没欺骗我，我真干了，真得到了。所以现在展开经院看经文，有很深的感触，就像佛在我面前讲经说法，有这样的感受啊，字字句句都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啊，帮助我提升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世尊重重慧命，唯愿大众奉持精进。经文上讲的经法，你看那个法就是怎么落实，怎么得到真正的受用。念老好啊，念老把法字换了一个字，换了个戒，原来戒方法就是持戒。持什么戒？戒律太多了。我在30年前讲经劝勉大家持戒，净宗学人无论在家出家认真受持五科就够了啊，这五个科目，第一个敬业三福，第二个六合敬，第三个戒定慧三学，第四个菩萨六波罗蜜，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够了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五课，你的戒就圆满了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敬业三福做起。那三福第一福，孝亲尊师，从这下手啊！没有一尊佛是不孝父母的，没有一尊佛是不敬老师的。所以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重要要从这里开始啊！父母老师不在了，念念不忘。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在时候有录像，常常回味看看。啊，没有录像，供养照片。啊，每一天能够跟他见面，每一天见面都想起他的教诲。好学生呐！让我们深深感触到，方老师为什么说“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”？学生没有把老师
看作是老师。老师也没有把学生看作是自己传人传法的人啊。老师学了，他要没有传人，他对不起他的老师。那为什么传到这一代就完了，下一代就没有了？这是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老师啊。老师传给我的，我至少要有起一两个传人了啊，在一生当中修学跟我差不多的，最希望的是比我更好的，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对学生的爱护，把学分学生拉扬起来，让学生比我更好，我才对得起老师，才对得起学生啊。如果另法教学生，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教他一半，不完全教给他，为什么？怕他将来超过我，这是莫大的不应该啊。他不知道啊，他懂得因果他不敢做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因果是无间地狱，令财贫穷，令法愚痴，怎么可以这么做法啊？真正的好老师，好的父母，希望子孙一代比一代强，家庭兴旺。好的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一个一个都超过自己，自己的荣耀啊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念老注解第二段里头，无碍入等，无释迦牟尼佛。佛看到我们六道凡夫，可怜民者，没有智慧，造作恶业，在三途受苦啊，他也没办法，也无可奈何啊，讲经教学，天天给大家回向，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回头，能接受大法。能遇到佛缘啊，佛菩萨保佑你，让你有机会接触真善知识。那因为你能奉持境界，如贫得宝，是对于境界比宝还要贵重啊。宝只是财富，经教是给我们智慧的能，我们有智慧有的能，就能帮助苦难众生，这个功德多大，真的是宝啊。啊，注解第二段的念老引慧疏上说，无碍如来大慈贤，这个意思，汝等所爱之己，
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一切苦难众生，五十条集，半满垂教，啊，调教就是教导，集就是六道众生，啊，佛讲经分五个阶层，看学生程度有浅深不同，有立顿差别，所以他叫用五十。阿含师、方等师、般若师、华严师、最后法华师，啊，也就像我们分等级，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研究院，半满垂教，半，凡是没有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都叫半。你学到佛的一半，没有圆满；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这叫圆满。这两句话都是讲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啊，49年有五个阶段叫五十啊，五十所讲的不一样，前面讲的浅，后面讲的深啊，阿含好比小学，方等好比中学，般若好比大学，法华涅槃好比是研究所，这是佛的恩德，故应苦心慧语。佛用的这些方法，佛过世不在世间，我们要先把佛教先忘起来，都要懂得这些道理，懂得这些方法，也要办学。啊，要跟这个时代配合，我们要办小学，要办中学，要办大学，要办研究所。帮助这些众生觉悟，觉悟就离苦了。离苦不是发财，离苦不是升官，升官发财那是两把事情。啊，孔子没有做过大官，也没有财富，但是他最快乐。啊，颜回呢，连每天三餐饭都有问题，贫穷啊，没有地位啊，快乐不亚于孔子，所以历代相传提起快乐都说孔颜之乐，用佛法来讲呢，佛菩萨之乐，成佛了，证得菩萨果位了啊，不必到化身，化身菩萨
就能享受到快乐。快乐是心里头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处事待人接物没有对立，快乐啊！别人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；别人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啊，不但没有报复，有感恩的心。啊，他回报我的，指责我的，我要反省，我有没有做这些事情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好啊！啊，没有做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，不敢做恶。真有这些恶的时候，要改过自新。他是好人，他提醒我。我怎么能够对跟他对立？你这个念头一转，孔颜之乐、佛菩萨之乐，你就得到了。所以，一个人成功、失败，成功是讲德行、道德、学问。啊，佛法里面讲正果，全在自己，不在外缘呢。外缘帮助你提升呢，无论是善缘、恶缘，通通帮助你提升，你得大自在。啊，只有感恩。没有回报，没有报复，你多快乐。苦心毁誉，这前面说的底下念了说，盖为如来大慈爱悯群机不同根性的人，苦口婆心开始教导，无时说法，以调音助气啊，教分半满，半满是比喻啊，半就是没有完全教给你，你程度还不到啊，满是圆满的，你肯学，喜欢学，佛不离开你。啊，随缘度脱，故曰苦心毁誉，受于经法。下面佛又说了，如是所闻经法，应悉持思奉行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你能不能得佛法，你能不能享受佛法，佛法快乐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首先救自己，自己的灾难没有救到，你怎么能帮助别人？诸佛菩萨、大阿罗汉都是成就这样啊，密宗所谓大成就这样，落在其中啊，是真的
不是假的。如果我们学了不能落实，没有把它变成我生活，没有把它变成我的思想，你怎么能有佛菩萨的快乐？啊，怎么样才能得到做到就快乐？不要说太深啊，极其浅显佛教初学的经典，叫初学者，十善业道是叫初学。我们学十善业道，有没有把十善业道落实？不杀生，有没有做到？不偷盗，有没有做到？不邪淫，有没有做到？身三业，你真能做到清凉自在，一尘不染呢？尘什么？烦恼。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，六尘之体，色身香味触法，法里头还包括佛法，佛法变成我的生活了。经典变成我的思想了，你多快乐。你对于宇宙人生跟佛菩萨一样的看法，落实在日常生活，过的什么日子？佛菩萨的日子。永远离开烦恼了，离苦得乐。幕后佛又说，持思是思维，享佛的教诲啊，这就是听经。经一遍不够，我们现在更新不行，听了会忘记。年岁大了，记忆力衰退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在中年的时候记忆力都不错啊，跟李老师那个十年记忆力非常好啊，听老师讲解听他一个小时，我要把他所讲的重复讲一遍可以达到 95%， 有这样的能力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记忆力衰退了，好在现在专心念佛，这个不会忘记。啊，经典常常温习，跟大家同学们分享。啊，你们要学我这东西。我在以前所讲的这些经论要重视啊，现在听我讲经的，我们多半注重在怎么样落实，
怎么样得到真正的效果，注重在这方面啊，也就是持是保持，不能失掉，思是思想，想想佛教给我的，我要怎么落实，怎么样帮助别人啊，奉献，把佛所讲的变成我的生活，变成我的思想，变成我的工作，变成我处世待人接物的标准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思持受持，思思维，奉信奉，行修行，修修正，行行为啊。我们举大的来说，身杀盗淫决定不能做，那是不善的心，那是造作无间地狱的心啊。这个身的三业，杀生、偷盗、淫欲，杀盗淫，果报在无间地狱，决定不能做，不能不知道。那口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、意贪嗔痴，统统要断了，要断干净了，把它转变成智慧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